不要犹豫。鳕鱼餐。我吃经验，他好像也把经验吃到了。41。加了的，减速也算控制。减速也算控制，加了的。那感觉还可以。加了十秒钟的两个双抗和护甲。那感觉还可以。减速也算了。他的天赋好像挺猛的。没事，我带着护甲，这小兵打我就没那么痛了。兰博这版本削了没有啊？这阿卡丽妖接兰博这么恶心还不削？这个设计师在搞什么东西吃啊？锅枪打这边啊？不是。这边吗？哎呀，我 W 空了，好烦！不是打这边啊，我的妈呀！怎么不先打兰博呀？这怎么玩啊？先打兰博，这兰博直接必死的呀！这兰博闪现杀的顺的，我们中单他不过来打，他们过去搬狼枪了。他法穿仙雾怎么兑现呢？妈的，擦一下120血，真的恶心，傻逼。符文带错了呀，这边魔抗太脆了，我带魔抗打我没这么痛的。马上就好，还有这个骸骨作用不大，我带复苏之风应该能多回血。点燃比较好的，点燃加大招。
我心死了呀！破车路，三个草丛，真狠，大刀身上。哎，不行啊，他法穿鞋加他 W 移速太快了，感悟很快，上线很快。小面具，超人，僵直欢脱单。不是你这样子考啊，这样子烧烤我，我操！我有影魔刀呀，哥们儿！这边辅助也来了，这影魔刀也扛不住了。我有 TP 呀，你别出塔呀！你出塔不就是送吗？我操！你别出塔呀，我有 TP 的呀。哎呦，你出塔干嘛呀？你出塔不就是白送给他们吗？我操！CD 站没啥用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是未能成功。这魔刀也扛不住。Thank you.
一直被皎月挡上。怎么这里还有个 B 武器呀、啊？唉，受不了！这一塔直接没了，他们六个超虫，杀他很快的。唉，打得好烦，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。都下去了，我们这一二塔。真都不去支援游走的，中探一直被单杀，这 TP 皎月，他们拆得很快呀，六个超虫，巫妖之呼。650，这不走被逮到了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我就靠下路 C 呀，下路很顺。两个大劲，马上就好。结束，过把这么久。可以打，拖时间，队友马上到。南部没有 TP 的，拉一下，你看队友。拉不动了。
一换三，二换三，我们中间也死了，1000块钱的600块。哎，好亏啊，我好亏啊，我没拿大人头，我很亏，我应该拉扯一下等队友。啊？什么鬼？被他一打三了。送回去了，亏死！我刚应该再拉扯一下，等队友的，可能我还不会被换掉。主要我吃大人头啊，这我不吃谁不了啊？我的剑准备好结束了吗？别人也尝试过。皎月要去拆塔，来打呀！皎月不在呀。预备，拉扯。我这波拉满。闪现给我换掉了。两个大力。哇，他的拆塔速度啊！先锋加巫妖加草虫，只有一个门牙了，这不我们五打四，我把1000块钱拿了。哇，这拆塔太快了，我要直接大你魔刀了，不然扛不住啊。他们五个人全都有魔法伤害，这大你魔刀没啥问题。还有个小影魔刀，不然被秒了。这大影魔刀没 CD， 他没杀漏的，算了，一得复活 TP 的。这个针眼都看不到了。位置迷路了，刚刚复活没 TP， 现在打了，不打就行，等着他复活。皎月又开始去带了，我现在去下路也来不及，我不可能叫 TP 去守，叫 TP 等我没 TP 不好去守他，一塔来不及，只能守二塔。那我跟他带，我打得过他，我大影魔刀的，他有法穿。好像看到我了，我想绕一下的。
他没中伤。回去。哇操！全是魔抗的。守一下呀，他下的很快的。他没魔抗的，烫死他 ，nice， 他没魔抗的。能打起来吗？对面少人，看脚印。小月直接白给，被控到死，大木就赢了，就他们两个了。小月复活有 TP 要快一点，别烧打大龙，别拖了，快打大龙，打就赢了，别烧。差点被吐死，这妈的，这大龙物理伤害。哎，是对面葫芦娃救爷爷，好起来，这九月要 TP 干我 ，TP 中路了。OK， 恐惧，这个控制挺恶心。OK， 把风龙龙魂拿了，收分，收分，差点血，不会在我们野区吧，哥哥？不要犹是不是应该带上了，上路二塔没拆，下路二塔没拆，主要小心他们偷家，我们只有一个妹，特别是角域，角域拆塔特别快的，巫妖加六个草丛，我不能被抓死，我就比较怕武器，我大影魔刀，不是很怕他们上楼。武器打我头，等他 Q 了再 Q， 好，就你会穿墙，有风龙龙魂跑得疯快，家不要了吗？还追，能一波吗？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哎，我直接回家 TP 就好了。我在干嘛呀？回家 TP 中路一波了呀，五打三。我在干嘛呀？这被他偷了，我去！他在这个位置啊，看南博。哎，我在干嘛呀？回家 TP 中路一波了呀，七百五。可以，他杀都没开出来，还是能一波吗？
武器要复活了。OK， 他们没有门牙也够了。我妈的，我回家 TP 一波了呀！我在这里看看看啥呢？还非要省 TP？ 大龙 buff 快速回城 ，TP 中路五打三一波了呀！在想啥呀？我这思路不清晰，脑子出了问题了。哎呦，我这，哎呦，我在干嘛呀？我早点 TP 啊，那个兵都死了，不是，哇，我有点莫名其妙啊！我这 TP 过去一波了呀，虽然对面辅助复活了，他们都是残血，一个辅助没用。哎我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脑袋不清晰了，不知道在玩什么呀。我现在 TP 又浪费了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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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只有一个门牙的，我们输了的话要被反一波的，不能再犯病了。我怎么，哎呦，疯狂犯病呢？我去，都该下播该睡觉了呀！这，不清晰了脑袋，很莫名其妙啊！本来都一波赢了的，这输了被大波呀！要懂远古巨龙啊！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636的发枪，哎，真的别急，等远古巨龙，等远古巨龙，真的兄弟们，等远古巨龙，我可以偷加给他们压力的。别，我回家了，别急啊，真的。别急，他们不敢去远古龙，他们去远古龙他们家就没了，他们必须要放。别急，他们一个人守不住我。精准而优雅。远古巨龙他们出不来，他们还怕我偷家的，这远古巨龙他们白给的。你们去啊，我可以给压力的，我可以给压力。看到我了 ，OK， 一在死，我的武器死了，哦，闪现顶两个，能不能 K 个头 ？K 个头，哥们儿，哎呀，我战绩都是负的呀 ，K 不到头，很难受，很难受啊。Q 到头，哎，差一个人头正战绩。